今天的汉堡翻车了，出炉看看卖相还过得去，没时间重新做了，干脆就把拍摄视频发出来吧。不完美又如何？本来我也不是麦克的专业烘焙老师，发抖音的初衷只不过记录自己的生活，记录好的配方和制作过程给自己看，只是一下没控制住多年的教师职业病发作，做着做着就变成了教程类 UP 主了。干货长视频的完播率太差，很多小伙伴都没耐心看完，所以我尽量节奏快点，控制视频时长，这样又会有评论区留言说我这没交代那没讲到。那我就奇怪了，有不清楚的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呢，我没有义务包教包会的呀。我自己也并不喜欢那么严肃的教学过程，咱们都轻松点，乐意看就看，不喜欢划走就好啦。这次汉堡翻车的原因是在第一次发酵的时候发现少了汉堡模具，回家现取，回来刚要拍又被提醒相机卡没内存了，倒来倒去天气又热，直接就发酵过度了。发酵过度这个问题新手很容易忽略，但是后续的整形过程你就会发现面团表面很难保持光滑了，我今天就是这样。所以做面包的第一次发酵非常关键，过犹不及，今天就作为一个反面案例分享吧。